由新宿坐 JR 大约两个钟头车程就到古里站，由车站行三分钟就到古时农民办祭礼的红野神社，许个愿就向多摩村方向行，走落桥底就去到大多摩散策路入口。成条山路布满大树，清凉之余还好好打卡添。大约行30分钟就可以在展望台休息，之后再行10几分钟就到绝境咖啡 Bobo， 起在悬崖溪谷上面，每一个位都有绝境 view。咖啡名物是土锅咖喱，配杂谷饭，好健康啊！食饱记得落埋去溪谷打卡啦。大约一个钟头森林散步，轻松完成。